这边我们单脚站立，抬起的脚按钟表的方向，可以顺时针12:01到9:00的方向点击不同的位置，然后换另外一只脚做单脚练习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把 Bosubo 放在我们脚下，也做同样的单脚练习。熟练之后，可以把拖鞋脱掉，穿着袜子做这个平衡练习。这时候比较容易晃，需要有比较好的核心力量把这个身体平衡支撑住。Possible 还可以反过来练。